我开一枪吧，观望观望。还一波冰升二，享受钢铁的滋味吧。一直没动手对吧 ？AW 走位接个二段，先学个二级 Q， 往前抢个二级，因为前面要换血，咱们就前面学个 Q。这第二波兵来了，咱们肯定要刮兵，连人带兵一起刮。他一波兵升二，咱们就一敌不动我不动啊，等到第二波兵学个 W 就行。男刀打塞拉斯要换血，一级学 Q 的话就得在兵线都没处理的时候。真打不了。还是有点诧异，这手塞拉斯出攻击力是为了打前期，还是要出 AP， 就是彻底出 AD 了呀？因为他如果现在出了 AD， 那他们的阵容不就菜刀了吗？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这个尾爷往这跑，解围下，不用慌。好在我这波没有清兵，我就知道他有可能假装回城。这波如果我把兵清了，就算他没抓到我，其实这个兵线我也烂了啊。好抽 ，W 一下 ，QA 先杀塞拉斯，他是这波的核心，往前一个翻墙 ，A 一刀，加纳双杀，来再来一个勾，没勾是吧？这波小心瑞尔在草里，放个信仰。塞拉斯要出 AD， 哦，他出 AD 装弹伤还是 AP 是吧？我忘了，我操！这把是那个，也是那种中式王者局啊。哦，刀给了忘了，我操！啊，也对哦，他出的 AD 弹打出来是 AP。这个还不能按照正常的角度看啊。兄弟们，左下虎牙福袋啊，电脑端的显示的是虎牙福袋啊，显示的是礼物红包，到时候可以点一下，发个福袋弹幕就可以参与了。领个红包，领个红包。游走于刀刃之上。哎，等我听听听。不要妨碍我。要玩极限，兄弟！只有傻瓜。这波月塔学会了吗？女儿现身。哼哼哼！加纳是蛋黄的号，蛋黄的号这两天主播哎举办比赛，我都没时间打，你知道吗？居然排一起了，我操！哎，前面那把其实那把女坦也是啊。
跟这号，哎，也不能说跟这号有缘嘛。妈，凌晨这个就没人，我靠！我没想我都换区打了两把了，还能排到。这把就是王者军啊。他们活不长。Q 躲一下，扭一下，扭一下，往前一个翻墙控制抵消，往前一个翻墙控制抵消。没看懂，可以再演示一遍吗？点点订阅，好吧，下一次再来，下一次包邮。速战速决吧。哎呀，我以为你要帮我控线呢，哥。现在大招要没了，这里他要找一波机会上来大招跟我换血，看好。这里是他，因为他大招要没了，他不放的话也浪费。Q 假装 QCD。我来兜底，现在已经75%的参团率了。AQ 小兵躲一下技能 AW， 看他一攻击回来，一回来不一回来也得死，拜拜。啊，真能 W 小兵，那就回来换了呗。不是，他看 W 小兵是吸血了吗？哎，直接回来换吧，懒得走了啊，杀了就算。OK OK， 给兄弟们再开个宠粉模式啊！平时一块钱卡牌子，通过宠粉只需要1毛钱，一个小月亮就可以卡牌子，咱们顺便抽杯奶茶。福袋马上开奖了，兄弟们 ！A 闪，回头一个平 A， 再一个 T， 秒杀！无处可藏啊！啊！来个董哥解释一下，他要出啥？我咋越来越看不懂了？哎。从不妥协。他要出什么？焚天吗？刺客？我都不出这装备，他出了。来的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哎，小心啊！一批了，我这里不知道有没有野。来分，大刀先隐身，再一刀先杀一个，再杀一下塞拉斯，就闪杀一下 W， 准备接二段，再一个平 A， 往前翻他的墙，往前一个翻墙 ，A 一下一个 W， 逼他一个闪，逼完一个闪来抵抗他。
我先过去看视野，扛塔。哎，怎么是我扛？我扛不住啊，这冰鸟它比较弱。先拿红水晶，这红水晶我不一定要和装备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是要出第二件，但是我可以把第三件的装备散件先掏出来。对面这个战士比较多，有没有发现？武器啊，中上也全是肉，然后还有辅助，除了一个泽利是脆皮。第三件应该是夜之烹饪，第二件是亵渎。我没大，哎，没大算了吧，不行就给了。OK， 抢到一只够了。泽利是没啥。现在还有变数呢啊，这个还不稳，先不要半场开香槟。哎呀，大刀一扔，往前又翻墙一个点燃。1000没了，谁拿的？塞拉斯拿的，塞拉斯无处可藏，变身了我的大招，所以显示刀锋之影啊！我叛变了。现在左下宠粉模式还有五分钟啊，五分钟一个小微凉就会卡牌子，小微凉卡牌子，顺便抽杯奶茶，各位。来吧，来吧。加纳有啊，杀一个吗？他们活不长了。这里他这一野区应该能打，我先回去拆个塔。真是可怜。哇，现在越来越畸形了啊！塞拉斯还能出本天的，走走走，谢光明送出的弹豆车。先回家出个装备，这个装备的话，这卖兑现期已经过了，不需要这东西了。药瓶的话后面再说。现在推一些能速推兵线的啊，速推兵线，然后不要妨碍我。法穿鞋焚天，法穿鞋焚天是因为只有傻瓜才会为救而牺牲，是因为塞拉斯的被动就是 AP 的啊，他以核心是以 A 被动为主，他普通平 A 出来是 AD， 但是他只要放一个技能，他的平 A 就是 AP 伤害，暴击了也是，所以现在就形成一个 AD 塞拉斯啊。那被动是 AP 的话的，你暴击伤害越高，你显示的 AP 伤害还是很高的，所以你是 AD 塞拉斯，你也不能出护甲什么的，还要出法穿的。哎，玩过塞拉斯的应该也都知道啊，这也不用主播过多解释，过多介绍。那我觉得还是没什么用，清线能力是个问题。
slain. 来世再度。速战速决吧。加纳没大，要不酸？啊，现在不用酸。大招控制几枪，一个近战，闪现躲雕 ，W 回头一个 Q， 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。队友，这边三个人盯着我，那小龙那边，再能打吧。对，赛 AD 塞纳斯我也玩过，就是推线能力是个问题，你必须要有推线，所以他现在17分钟100刀，而且这还得靠他的补刀基础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要是塞纳斯能出那种什么提亚马特就好了。我以为他后面有人你知道吧，所以我刚刚绕到这里看一下有没有盲僧，后面我发现他在上路，那就直接杀了呗。气势很猛啊，气势很猛，让我以为都有人来了，吓老子一跳。没有机会了。啊，这样的勇气值得鼓励啊。UZI 说过啊，要勇于操作，失败了被喷而已啊，不失败就成神了。把我的名字打在公屏上，兄弟们，我是谁？不来了。谁来了？到家了，哥们儿。我从不妥协。先保一下控。这立夏没大 ，QW 点燃，看他位置，不要被卡住。追不追不追，那就拆塔，别大弄，别打，别。我先拆塔，别了，要打再打。刀锋王吧，哥们，刀锋王这三个字我认可啊。那个把可以不用加上，好吧？刀尬的40000多把男刀，确实可以称之为刀锋王啊！大本万场一个亵渎 Q， 哎，瑞尔盲僧可能会来啊，我不知道加纳会先来还是不用，打得还挺快我。要不我可以去单挑一下武器，武器他现在没有护甲。没事。开着幽梦是因为我要绕一圈，如果他没在，我要回去吃塔刀炮车。Hello。
哎 ，Q 没了吗？只有傻瓜才会为人命而献身。保命啊！别让那些低能的人看见我。才害怕死亡。W 喊 Q I， 拜拜。冠军从中过，骗一，暂时，四人中间又如何？这就是 ADC 吗，兄弟们？好的，接控接控，解除 AP 有得。哎，瓦迪的翻墙。OK， 死一下。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蓝刀，真潇洒。哎，不过我好像征服者这个符文啊，对线强，但 K 头是真的差。这把人头全是单杀的。